普渡众生苦，闲鱼下凡尘。这是啥？这就是你勾引男人的罪证。别急了，我还成仙了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这是刀枪不入。你做个结神法事，你才能显真神呢。现实场景了，这金灿灿的，这起死回生了。神仙，救救我！开箱头，奇怪。那都是我的副业，我真正的职业是一名捉妖师。